就算老娘是转世神，但老娘依旧是李青衣，谁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不记得也好，我们现在去找万毒龙果吧。果然是万毒龙果。你做什么？混蛋，你这畜生，给我吐出来。还好没有损伤。好，归来，归来。啊，青衣，又回到转生前的状态了吗？这些是功法符文。这些符文，青衣是要将这些符文功法传授于我。太初之力，太初之力，这股力量叫做太初之力，好强悍的灵力！如果我现在有一尊铜炉的话，一定能够炼制出三品的宝术。乾坤浩荡，人族当立。你在说什么？乾坤浩荡，人族当立。祭台。乾坤浩荡，人族当立。李青衣失了，地震了！祝你好运，李青衣。红二少，你回来了。我要回龙城了，那些灵石与丹药、灵药，麻烦姚堂主给我运到洪家吧。运输队已经出发了，这个自然不用洪少爷提的。那就多谢姚前辈了。后会有期，以后少不得向洪少爷讨教啊。爷爷，司徒府已经在整合兵力了，武王府也召回了不少人，撑死还有两个月便会对洪家出手。目前龙城运骨境的高手不多，司徒家族加上司徒洛心有三位，其中一位还是刚刚进击的，武王府有一位，而我洪家也只有我一人是运骨境的高手，真要站起来，洪家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。唉，要是十年前洪真没被害死的话，谁敢对我们洪家出手啊？他一人便能够独占两名御骨境的强者。不过运骨境的高手不到最后关头不会轻易出战，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。红二估计也快回来了。走了那么久，终于快到家了。我给你取个名字，就叫小魔吧，行不行？你要是会说话该多好。啊，有动静。金云，从云大哥为了对付洪府，有必要将我们都召回来吗？听说洪府出了个洪二，连司徒纵横都被打残了。是个棘手的货啊。那我们有戏吗？连司徒纵横都不是对手，别说是我们了。不用担心，